好，另外受封乡长参选人曾淑毅31号上午呢，夫婿受封乡长刘耀宗以及支持者陪同下完成了登记参选。那么曾淑毅希望民众可以继续给他机会，让他可以继续在受封乡这个大家庭来为民服务。受封乡长参选人曾淑毅31号一早在夫婿受封乡长刘耀宗以及支持者陪同下就前往受封乡公所参选登记。曾淑毅到站。曾淑毅感谢受封乡民众力挺参选乡长，并表示他的参选是要延续服务与建设。受封乡正在转变，15个村各项建设都在启动，关键时刻更需要熟悉乡镇的来掌舵，来为民众打造更优质的受封乡。淑毅跟我先生刘耀宗秉一本初衷，有服务的热心啊，延续我夫婿刘耀宗未完成的一些建设，还有一些我们环境的改善，还有我们一些就是福利啊，只要有我们公库啊公帑能够有允许之下，我们会提高我们啊营华族的一个福利，还有对我们乡民的那个意外险全民来保险，还有我们的鼓励大家来结婚生子啊，来鼓励有生育补助补贴，只要这个公奴能够有经费允许之下，我淑毅一定会力争大家的福利还有建设。曾淑毅是国民党在受封乡唯一提名的乡长参选人，乡党部主委叶坤景与执行长范文俊也现身力挺曾淑毅，呼吁国民党员支持曾淑毅，让曾淑毅延续服务跟建设。记者刘明胜受封乡采访报道。